大乘正宗分第三。佛告须菩提，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伏其心，所有一切众生之类，若卵生，若胎生，若湿生，若化生，若有色，若无色，若有想，若无想，若非有想，非无想，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。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，实无众生得灭度者，何以故？须菩提，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非菩萨。在讲这一品前，我们先解释几个概念。经中佛提到卵生、胎生、湿生、化生，有色、无色，有想、无想，非有想、非无想。这是佛对三界一切众生各种生命形态的分类。卵生、胎生、湿生、化生是欲界生命的四种形态。卵生呢，就是从奶中孵化出来的生命，如鸡、鸭等。胎生呢，就是做母胎孕育而成的生命，比如人就是胎生。湿生呢，是以潮水孕育而生的生命，如地缝中或水中的有些小虫。化生呢，是靠业力凭空化生，在欲界的天界生命就是化生的。有色指色界生命，只有色身无情欲；无色呢，只是指无色界的生命，只有意识无情欲和色身。有想无想，非有想非无想呢，是对无色界生命更细致的分类。有想是指有思维活动，无想呢是指思维活动已经停止，但也不像木石。非有想非无想呢，是指思维活动虽停止，不再有思想，但可能随时会想的一种生命状态，就是说有一种想的动势。佛经中说，三界这些生命形态虽然存在形式呢千差万别，但却有共同的现象，都在生灭轮回中不能自由解脱，而他们也有共同一样的本性，本性都是佛一切具足不生不灭。经中还提到了两个概念，一个是无余涅槃。涅槃呢是梵文的音译，在佛法中呢，将证入不生不灭的解脱境界呢称涅槃。涅槃分为有余涅槃和无余涅槃，一般呢将阿罗汉的涅槃境界称有余涅槃。因为四果阿罗汉呢，虽然能暂时住在定中，不进入生死轮回很长时间，但因缘具足，仍会出定重入轮回，所以解脱呢不究竟，称有余涅槃。佛的涅槃境界呢，彻底从轮回中解脱，生命完全从生灭染污的假象中解脱出来，获得不生不灭的永恒的大自在，所以这种涅槃呢叫无余涅槃。经中还提到了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。那什么是我相呢？每个人呢都有一个自我的定义，如眼耳鼻舌身意组成，而且与别人不同。我们的心识呢，虽投胎在人道，但每个人呢都具备六道的意识形态。比如我们嗔恨嫉妒时，心就在阿修罗道；渴求圣洁崇敬时，心就在天人道；当我们体验极端的苦难时，心在地狱道。但是如果你把自己定义在任何一道都是错的。真相是，你是佛，可以自在无碍的视现种种相，但因为自己的执着和不懂真理，我们便被自己所造的种种业力牵引，陷在不同的生命意识状态中无法自拔。人对自我身心内外的定义、认知、体验、觉受、取舍都是我相。人呢认为自我实有，其实自我是虚妄的。那什么是人相呢？就是人对他人的身心内外的一切定义、认知、体验的，认为实有那样的一个人存在，从而生出喜好、厌恶、取舍或占有的情绪。众生相，经中说，三界六道有种种不同相貌和意识形态的众生，都处在生灭轮回中经历苦厄，不能回归本有的佛性。寿者相，寿呢是从生到死的时间，
但人们呢都喜欢长生不老，不愿死亡，这即寿者相。其实着寿者相也是着万法的生灭相。这品的大意是，佛陀呢告诉须菩提，所有的大菩萨要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呢，首先要升起大慈悲心，发愿普度三界众生。不管是乃生的、胎生的、湿生的、化生的、有色无色、有想无想、非有想非无想，都要发愿度脱他们，令他们进入佛不生不灭的涅槃境界，从生死轮回中解脱。但是即使像这样度脱了无量无边的众生，菩萨在戒地上要这样认为，并无一位众生是通过我的救度成佛了。佛说，为什么要这样说呢？佛告诉须菩提，一位真正的行菩萨道的菩萨，就不能有我、你、他实有的分别，也不能有众生的种种差异相，不能有外法的生灭相，喜求长生不老。为什么佛一开始就谈普度众生的问题？因为当一个人发心成佛时，应知道自己是要回归生命的源头，而站在生命的源头看，我们的心包含宇宙一切，每个人的心都是宇宙一切有情的全息缩影。故当一个人发愿成就佛果的同时，也意味着是在发愿要普度宇宙一切有情众生，由此弘扬佛法普度众生便成为每位大菩萨的使命。所以我们也应知道，一位菩萨在人间的使命不是做慈善事业，而是令众生明了生命的真相，度众生出轮回苦海。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只是每位菩萨成道必具备的品质。但当菩萨发心普度众生时，首先不应有好恶选择，喜欢的就度，不喜欢的就不度，应有度尽三界的阅历和平等心，并且呢，不能用你、我、他众生实有的认知，否则呢，菩萨的苦难和烦恼就来临了。在根本的戒谛上，你一定要明白，你与众生本性都是佛，众生自性本来不生不灭，本来就涅槃寂静，并不是有个你能令他拥有这样的本质。菩萨对众生如梦中的药对病，梦醒后药与病都是虚妄不实的。真空中没有菩萨，也无众生。如菩萨的戒谛明确，那么在度众生时就不会去希求回报和理解，也不会被众生表现出来的种种状态迷惑，从而心生烦恼，无法安住在如如不动的境界上。曾经当我刚读《金刚经》时，读完这一品时，我抬头思维，想这是佛要我们发愿普度众生。那个时候正好对面墙上有一只苍蝇，我想呢，苍蝇是乃生的，佛说我应发愿度这只乃生的苍蝇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。我盯着苍蝇心想，如果我此时发愿度这只苍蝇成道，天啊，那需要多久啊？我马上就绝望了。忽然我明白了，我着了苍蝇的相。如果现在我心中有自我与苍蝇实有的相，那我不仅永远无法度苍蝇入涅槃，而且我自己也会被这个阅历带入苦海溺死。如果着众生相，我将生生世世被这个阅历带入六道轮回的苦难之中。众生平等，都有与佛一样圆满的空性，苍蝇与我都只是真空的视线。当我拥有这样的戒谛时，墙上的苍蝇虽然是一只听不懂人话的虫子，但我的心却安住了，不再为这个发愿担心忐忑不安了。所以读了这一品，我们应该懂的事实是，每位众生本质上只能做佛，做不了其他东西。我人众生受者只是我们头脑的分别，菩萨应不着相发愿，才能从诸相的困缚中解脱，否则普度众生这个阅历只能让你踏上苦难的历程，你也无法真正从在人间普度众生的有为法中获得无上正等正觉。